都是那一边。啊，这边有电梯啊。逛市场坐电梯耶，因为小姐，你以为去百货公司哦、喔？你以为是去百货公司吗？说他在那个银寿司的对面。对，在那边。那间叫什么？那叫无名面店。那只能靠你了。迷路了，迷路了，现在尴尬了。对，爱你越久，我越会懂，是你的爱，是你的爱。哇，好多人呐、啊，在排队了。不会我、啊。感觉真的好多人呢、欸，但是没有位置啊。对啊，他先好长。我要盖饭。女神虾球蛋。女神虾球蛋。那好的了。是你想吃的就好。我可以啊，我杀了。先我请客嘞，是、啊，你可以吃豪迈一点了、啊。哇，好豪迈呀、哦！哦，这样就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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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了，白萝卜。对。那是挺。哇，这个痛风。是哦。哦，蜗牛骨呢？多少钱？为了有在哪个座位可以吗？中午吃了430了，知道。这样有很豪迈吗？有，有那个员外豪迈的感觉。算是这一年来最豪迈的一场。对不对？他要记得订阅我。喂、欸，你怎么在这里？你怎么在这里啊？